你好啊，美女。Hello， 给你看烟花。你好，美女。你好，帅。请问是什么主播？我是娱乐主播。啊，有什么才艺吗？才艺就是，颜值。我们怎么玩啊？就是你输了，你唱首歌；你赢了，你跳个舞。我输了，唱首歌；我赢了，跳个舞，是吧？嗯。那你呢？哎，你最近不是很熬吗？你怎么还变帅了呀？什么意思？哈哈哈。你这么会说话，都不知道怎么接了。我看出来了。哎，咱来一个那个，我学会一东西。这啥呀？不通，这有人骂我怎么办呀？就让你看呢，让你看看谁骂你。评论共享，我简直就是学会了。哎，你跟谢雨旺搭过吗？本来马上要搭了，但是我身体不是出状况了吗？我就没搭，我就回家休息了。你好了吗？没好啊。我阑尾都割了，我跟你感同不了身受。你别说出来，这大家多担心我呀。啊，我都没跟大家说我到底咋了。那不行，你割了呗。哎，行，知道了。长痛不如短痛。我现在割了吧，喝中药呢，调理呢先。什么中药啊？就是调理的中药，以为是胃病，胃也有病。那你别熬了。对吗？主要我每次拍戏体量都大，剧本体量都大。我感觉我的剧本每次都得拍15天才行。我靠，我最近接了两个双强本，就是连续两个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干了50个小时没给我整死，真的。50个小时。两天连着干，50个小时没休息，没给我整死。这怎么能那啥呀？这他们行吗？工作人员行吗？拍的动作人员换着来啊，但演员不能换啊。那装啥的呢？卸不卸了重画？不是啊，就你不用卸妆啊，就连着拍。对啊。太可怕了，真的太可怕了，我的天哪！真的。怪不得我已经躺了1个小时，天天都在怀疑人生。我看你那朋友圈简直了。我真服了，注意身体吧，刘老师。你说这样，你说结款你快点呗，结款也磨叽，也没个信儿，哎呀，真气人。太惨了，刘老师。播了，我们去支持秦哥，是是是，多支持一下这位刘青老师吧，特别努力。特别不容易。特别不容易，你说长那么帅，他何必呢？明明可以靠脸吃饭。哎呀。我的妈呀，我现在就是呼吸困难。我跟你讲，我当时就是呼吸困难，所以就闷，胸闷。我当时有点喘不上气儿了，赶紧停了，停工了。他咋了？他卡了？他没卡。我这。胸闷，卡了吗？卡了。哎，咱跟那个谁，卡吗？卡了。现在好了吧？应该。咱能三人连麦吗？还有谁啊？把老谢招呼进来。老谢是谁啊？谢雨旺吗？啊，谢老师啊。谢老师，都这么客气吗？什么谢不谢？不是，因为我跟谢老师没有搭过，所以我也不能叫人老谢吧，这不太合适吧？你搭吧，人挺好的，特别温柔，咋不像我搭过那么勇猛。你跟他搭过啊？
我失败了。我俩之前在北京就认识啊。居然失败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都不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大的实力，知道吗？刘老师那这么有条件，好吧？哎，我那姐姐还没来呢。哼。对面姐姐，我也想要一个姐姐。怎么？我先挂一下，我看看怎么那啥。哎，好好好。怎么找他呀？我这个三人。啊，我词儿背下来了，怎么找他呀？谢谢。他就这样，他说话就这样，就是很搞笑。刘琴今天神好，怎么了？真的假的？你现在拍男频啊？没有男频啊。哎，这是干啥呢？就是虽然我美吧、这个，但是也不用放这么大。其实，这怎么弄啊？哎，来了！哎呀，白岩老师，请坐。Hello， 谢老师。哎呦！刚刚还说呢，很多人 Q 我们，说明天不是开机吗？咱们这个戏原本定的是你跟我拍嘛。对。对。这怎么？抱歉了各位。没有。对，来日方长啊，来日方长。对对对，我刚刚也跟他们说了，我说这有缘自会相见。是的，是的。你怎么样，身体好点了吗？哎，就刚刚才吃了药，就每天都要喝三大碗中药呢，愁死我了。那你最近都是休息了，没有工作吧？对，一休一个月，先看看吧。看谢老师还是有礼貌的吧？我也差不多。不像我啊，一个是战士啊，圆桌转，一个接一个。哎，缺钱、啊。你们在哪拍啊，谢老师？在西安拍吗？这次。啊，明天就可以见到安奈了。对对对，啊哈。太羡慕了。到时候再拍一下。一定要替我表达思念啊！那必须的。发起者将啊，这个是发起者啊。发起者是刘老师是吧？对，我现在哎，能不能弄成那个三个人就是正好的那种啊？对呀、啊，不对，我挂一下啊，挂一下，拜拜。哎，不对，不是，哎，这他咋退出了？这哎呀，笑死了！那咱俩是不是也得那个呀？啊？那不然他怎么进来？我不是得邀请他呀？邀请他？不然他自己能进来吗？进不来吧？他肯定进不来啊。那怎么邀请这个组队 PK 啊？不对，我也不会啊。这个一战到底，四人开局，这个也不是比拼互动闯关，这个怎么邀请啊，家人们？这寻找更多主播，我邀请啊！现在看到了一个，看他能不能进来啊？我邀请了一下，看他能不能进来。哎，可以，这还是这样啊？啊，这可以了是吧？还是我旺哥有经验。我也刚找到的，我一个人找的。你这个找的？这不好吧？他俩好小啊。怎么了吗？那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呀？我现在是我在左边，你们一个上一个下，在右边。啊，那我现在是我是大屏，你俩是小头。啊，那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吧。啊，那我怎么调一下呀？他又离开了。哎，他是。哎，我现在是发起者了。啊。啊。哎，那个可以随便调是吗？这不是连线吗？这怎么弄啊，刘琴？我哪知道啊，我这也不是专门做那什么的。你，哎呀，我真啊，你可没设置啊？哎，白岩，咱俩一个人，咱俩一伙儿干谢雨旺。不是现在成了？哦，行，那行，是不是？有刘老师的话，我可能就有成功的机会了。没有，跟谢总比不了啊！这真的假的？让我看看谢总那边的条件吧。
没有，咱们老总今天没过来，咱能不能劈不过他。榜一小姐姐没过来今天，咱今天打不过。怎么评？我直播间有代劲。只要有萌总在，咱基本都能稳赢。今天他不在。怎么评论互通啊？到底我又不会了。怎么互通？金哥在哪儿拍啊？北。我操，在北京拍。北京。会整啊，朋友们不会整。还没回北京拍过呢，我都离开北京三个月了。我是准备拍完西安这个回北京。金哥很卡是吗？是我卡还是秦哥卡？秦哥卡了吧？谢谢谢天赐。那你过春节前还接吗？白岩。我吗？我月底还有一部。啊，已经接好了是吗？对，那个有点不太好推，本来想这个月都休息了。是我今天还有一个，现在呢，也是20几号月底的。我还说那个角色还挺适合你。是吗？明年吧，明年希望我身体能好一点，大家就可以合作了。对，争取早点合作上啊，弥补上咱们这个年前的遗憾。难道说接一个更适合咱俩的本？让安妮导演再找一找。对对对对。这次本来说给我们量身定制的剧本。真的假的？这次是为咱俩量身定制的。对啊，他是先定的我们，然后再去找的剧本，再去改的。天哪！你俩这么聊，我可吃醋了啊！别！跟白岩老师没见过，你吃啥醋？给我整个本，我也整两下，你整得出你俩这家开始了？你那个大飞机。刚刚还有人说让我和刘青老师搭那个甜剧呢。你俩适合略的。我俩适合略的。我看见他，我天天都在这哈哈哈呢，我在那。三个人演一个，三不停，真的哭成狗。不，三个人演一个，那双男主了，那还挺那啥的。双男主有这样的剧本吗？有。双男主很吃香哎，我觉得双男主。耽美短剧，叶天儿姐。耽美短剧。拍哪儿了？哎呀，好苦！我这个本也挺好的，导演特别认真，我的妈呀，就是贼细，拍的贼细，就是1/2能拍一天，特别细。一共拍几天啊？啊？一共拍几天啊？一共拍7天，就是拍的拍得完吗？七天这样拍？特别细，就特别好，然后就是戏啊什么的，就是本儿啊，就是贯穿的，知道有什么，就是那，是不是？怎么回事？怎么？他俩一个是这种温柔，有逻辑的，没有了什么霸气。是这种纨绔的这种，就是这种，就他俩就正好。哎，我就适合演屌丝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啊？我适合演屌丝。哎，啥时候我给你当个男二吧，让我歇歇什么的。我的男二。啊，就咱仨开一部呗，咱仨整一部剧。我觉得挺好的。你俩这个就长得就是很差别化，就是一个就是特别温文尔雅温柔的这种，然后一个就是这种演个帅气一点的，就是那种纨绔一点的，腹黑一点的。是吧？完事就是按照。不按照剧情走，你就看着，你就感觉谁可以，你就选择谁，完事了。这还是得有个剧本吧，这也不能光凭我的感受啊。哎呀，你跟着你感觉来，你愿意选择谁选择谁。别，这容易上升，太上升了，这个。就是那个吴彦祖和那个谁演的那个电影。古天乐。对对对对，吴彦祖和古天乐还有高圆圆。对，我适合演古天乐。咱俩失败了，咱俩。失败了。谢老师果然是。我演的。谢老师真厉害。拼不过他，干不过他，谢老师太厉害了。太厉害了。
可以递本子了，朋友们，可以递本子。大纲现场。没事，我这谁差谁呀？我就我谢哥，这个有啥的？嗯，今天不上个链子。好了。嗯、等一把，等一把，我开戏去了。咋放大呀？我不会呀、啊。嗯。谢老师也卡了。这也太卡了。到底谁在卡呀？我卡，我卡，我卡。现在好了，是不是？你叫甲方爸爸。我真觉得这配置不错呀！我天哪，没有，真不错。不卡吗？那你不我不卡、啊。现在呢？我依然孤影在歌。他俩咱俩玩好的很，那就行。今天播到几点？三句耶。我把这个清晰度调成标清，我就不卡了。哦，我反正还调不了。你也太专业了，你。月底是个王。我也是播了一个多月才知道这个可以调这个清晰度的。现在这直播越来越那什么了哈。嗯，上手了。怎么把我放大呀？我们一般人在研究这个东西，这个到底怎么玩的？你不会吧？男模餐厅可还行？秦哥年前还有几部呀？还有卡了，好吧。他好卡呀，我的天，是他卡吧，我没卡、啊、其实你也蛮卡的、啊、我也卡，我看你俩聊就我这个评论区感觉都没动，这个声音也是一断断续续，对，你声音很断断续续，救命，他一二，现在好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现在还很流畅，好像他是多余的一样，好像秦哥是多余的，他还能进来吗？咱给他邀请进来。他怎么老出去呢？完了，这个连线啊，寻找更多主播，没错，再给邀请来。他是不是都要下播了？他那网卡的能播吗？你还好吗，刘老师？现在好了，现在好了。我 PK 了，你现在好点。谁跟谁一伙啊？你俩一伙，这不欺负人呢吗？对呀、啊，白岩，你输了啊！反正你就发个朋友圈，你说我男神是谢雨旺与刘晴，赢了。我俩就发个朋友圈，我女神是白岩，就完事了，好不好？那我还能赢得了你俩呀？啊，那必须能。那我俩除以一半呗，行吗？哼，好吧。我俩综合除以一半。好吧，家人们。哦，谢谢喵喵乐的，谢谢油，谢谢喵喵的喜欢，我操，说错了。可是我听得见。可是谢老师如果发朋友圈的话，我也看不到啊。你俩还没加微信啊？我俩没有微信。咱们先把这个抖音先互关了吧，好像还没关注呢。嗯，好好好。我关注你了。你看，白岩老好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搭吧。那小姑息给你哭的呀，你都想搭，本来没人，我跟你说，本来明天可以见面了，本来都已经定上了，结果这不身体抱恙吗？是吧？不能硬来，这个东西。身体恢复好，谢谢自由姐的小黄车。还卡吗？
反正没那么熟。谢谢谢谢朋友们。哎，秦哥后面还有几部啊？定好了吗都？年前。还有一部，明天杀，今天杀青，明天去拍完歇两天，再来一部差不多的。有人约我去日本拍照呢，我想去日本。去啊，带新工具，带新旅游，多好玩。去四五号得过年啊。还过年期间吗？你签证办了吗？对呀、啊，签证没办就没有。他说一个星期就能办下来，为啥呀？为啥不能去？不好办，地震，最近地震。啊，对对对，我也不愿意去，我这挺爱挺那什么的，我也不愿意去，没去过。咱们这个评论区是互通的吧？应该是，不互通啊。那我看这评论都是没有关注过我的，应该互通的，互通的，是吧？谢谢家人，谢谢家人。哎，这谁是啊？哎呦，姐啊，真好，姐，白眼你行不行啊？白眼，怎么了？我要白眼天天直播，你这是走？我啥时候天天直播了？谢谢 U 爱堂的，哦，我们现在跟秦哥是一对的啊！你看这两个人，我真的我不想说啥了。能不能行啊，白岩？我觉得谢老师和刘老师那边的人就别给他们俩刷，就都给我刷吧。你们不想看看他们就跟他们俩说他们的女神是我吗？你们不想看看吗？他们不想看。行，他们是想看白岩，他俩欺负我，先放我们是男生，明目张胆的欺负我，天天播咋没人呢？怎么事啊，白岩啊？别说了，再说我要哭了。白岩老师哭戏很好，咱们在直播间哪一个？现在绝对就不是哭戏了。我看你发那个抖音，看你发那个抖音，说你生病的期间那个什么泪腺特别丰富，真的真的，我当时躺在那个病床上，我那眼泪啊都快决堤了。哇哦，秦哥怎么样？哭泣怎么样？他是不是又卡了呀？就这么啊？说啥？就我跟你说。我这不是演的，人家不是演，你知道吧？啥？人家就是身材好，大总。没事，没事，不打，一句话你听清。咋这样？谢谢小猪猪。打了吗？好了吗？太卡了，刚才一句没听清。这卡了，为啥时间也不停了？没有，我剧里边和现实差距太大了。说我剧里边现实和那个剧里边那个什么性格差距太大了。嗯，是呢。我说我是演的，我说谢雨旺是真的。生活当中真的很重。我是假的，我是假的，我是假的，自己熊猫子啊，我是假的，我就是。他们说我本人一点都不霸总，本人一点都不霸总，对，是吗？我觉得其实就是霸总不一定是那种很凶的那种霸总啊，也有很温柔的霸总。对，我就是深情霸总，不是有什么都有啊。您第二名。他们说我本来是个憨憨。真的。谢老师什么星座呀？九瓶座。九瓶座。你赶紧发朋友圈。赶紧发朋友圈。什么？什么？好卡。白岩发朋友圈，白岩。
什么？怎么这么卡呀？我的天哪！哎呀！哎呀！发朋友圈，别装了。发两个，单独发两个。不是，我现在发对谢老师不公平。我们俩加了微信之后，我就发艾特你俩。行，我一下就发了。你还下播，你视频就加了。加，真的是加吗？我也不介意啊。现在怎么加？加呀、啊。现在怎么加？我推给你。你不是你不是你这忘你说的不对了，你得加人家，你让人白人加你是不是不好？对不对？你加主动加一下，下播加呀，一时间。你现在不得退出抖音吗？就不好吗？咱们一会儿下播。你加一下，咱也看看不圈。他现在也退不了去抖音号啊，一个手机。啊？啊？不对了，我走了，我拍戏去了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好久。到时候让刘老师拉一群。不用拉群，不用拉群，咱直接私聊。拜拜大家，拜拜。来，秦哥，好好工作啊。这怎么关呀？哦，拜拜，谢老师。你不跟我打招呼。好卡呀，卡死了，什么都听不到。